这台车我从加了客户微信到现在为止，客户面我还没见到呢，然后让我自己去他家直接开过来。其实这么多年下来，蛮感谢这么多客户对我们的信任，200万的车，对吧？然后就让我这么开过来，感谢蒋总对我们的信任啊，我们一定好会把这个车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给你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施工。过了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五楼的车身上到的划痕有多少，不知道能不能拍得清楚。像这边可以看到吗？这边都是鸟屎腐蚀的印子，这种都是鸟屎腐蚀的印子，很多啊。这边还有划痕，这边还有比较深的划痕。刚才拍的都是车漆上面的划痕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内饰件上面的划痕。这 S8 内饰全是碳纤维的，然后看看中控这边黑色的，全是划痕，看得到吗？拉近来看一下。钢琴漆上全是划痕，走，然后拿上黄瓶 ，OK。热量还不够。现在这台 S8 呢，漆面的矫正已经做完了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呢这个车漆非常的亮，然后车漆上呢有很多很多的小石子，开高速小石子打了的掉漆了的印子啊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印子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近距离看一下，掉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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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都是掉漆。外面漆面已经贴完了，然后现在再贴内饰的保护膜。这边 S8 内饰都是碳纤维的。现在这台 S8 已经贴完了，漆面膜包括内饰保护膜，可以看到吗？非常的亮。一会儿我们开出去看一下。变成一台新车了，都变成一台新车了。来看一下内饰哈，内饰全是专车专用，上面还有一些水印，亮吧？可以，行了。5年的老车，
电瓶车，我们开出去看一下。S8用完了。看一下这个亮度，之前没贴膜，漆面上都被小石子打了很多白点，现在稍微点了一下漆，还是能看得到，所以说贴膜尽量早一点贴，不要打了石子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啊，逃不掉。蓝天白云，一个字，亮。好了，这台车算是完工了，今天我给它开回去，送给车主。然后呢，在这里，也感谢蒋总对我们的信任，虽然我们都还没见过面，但是你把一台 S8 就这么交给我，然后全程也对我们表示很认可，是吧？所以说真的感谢，希望下次你的宾利啊，我们还能为你再服务。